近35平的空间里，让质感饭店风为基底，长廊日光映照一室，且利用异材质的比例与细节设计，纳入完善的机能，打造风格与美感兼备的风尚宅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首先介绍挑高天花的技法，接着分享玻璃隔间让视野开阔，最后说明如何营造静谧质感睡眠区。天花板存有大量结构，利用渐层线条来延伸高度，客餐厅之间更以喷黑材质的木塑造型美化突兀亮体，并延伸至廊道尽头，成为空间一抹亮点。高领域融合木质内敛的色彩，展现温润气息。电视墙以意大利进口砖堆砌而成，彰显非凡气度。餐厅安排简约灯饰与柜体，演绎使用的人文美学。以玻璃隔间为素书房，通透材质让公领域的视线更加延伸。书房里打造置顶书柜，可容纳大量藏书，而靠窗特别安排兼具卧榻与单人床机能，满足亲友到访过夜时的临时居所。主卧延续精致的饭店风质感，我用异材质堆叠床头，以米色绷布串联木纹肌理，再搭配镜面造型，简约的吊灯设计。梳妆台则安排圆形镜子与木质桌面，形塑优雅宁静的休憩氛围。大酒设计团队擅长打造优雅精致的饭店风私宅，以开放的空间感，运用异材质的巧妙安排，纳入实用机能，创造安心优质的居家场域。